我哋喺呢度講，喺呢度講啦，唔該。我話呢度咯，你搞清楚啊！呢度決定啊，我想。你哋而家爛仔講數嘅喎，唔係爛仔講數嘅，邊個爛仔啊？而家同事關心，係突然之間有幾十位同事收電話，然之後咧揀嗰啲人咧，我哋係事先作為組長都係完全唔知嘅，亦都唔知個準則係點。咁然之後就話等 HR 落嚟就係解成本啊咁樣啦。咁但係你哋幾位喺揀人嘅過程入面，其實係用咩準則嘅咧？我想問 HR 邊個？你剛才就想有一個要坐你咁多個喎，係啊，佢都已經同我哋解咗咗啦，我哋一路揾緊佢，我哋都揾緊佢你哋揾緊佢，即刻整咗一個喺嗰度。成個係個集體決定嚟噶嘛，有乜理由淨係 Anna 出嚟頂啊？唔係冇人叫 Anna 一個出嚟，冇人叫 Anna 一個頂，因為成件事咧係一個人事部exercise 嘅。我知道你哋要喐人，我知道你哋要 cut cost 啊。嗰時我係想知道四十人點嚟啊？你點會炒咗？你點樣剪先剪得最好一個啊？你點樣炒曬刺針全組噶啦？你炒咗我第二個。你個標準係啲咩啊嘛？係嘛？即係你話哦，佢快得滯，原來要慢嘅，咁我明白啊。咁但係你個標準係冇咁突然間嗰個。同埋你哋今朝話你哋冇揀啫嘛，但係係咪真係冇揀咧？唔係你哋決定啦，可唔可以真係坦白？如果你哋係冇份嘅，你任由一個新聞部嘅人事嘅編制係交俾 HR 決定，咁係都係一種失職嚟嘅喎。我入細房講好冇？我間有個細房點解？我聽你嘅，佢哋全部都可以睇。我新聞部大家都有需要去聽你哋交流，唔係淨係傾到流。嗯。我覺得個問題就係喺細房傾得太多咯。其實所有嘢係咪應該要商量嘅咧？啊，而家咧就我哋同管理層傾緊，究竟點樣處理呢件事？因為希望大家咧，呢個係個結果嚟咯。呢個你唔係今日先知道有呢件事發生嘅喎。呢個係我哋好簡單，通過好簡單就想經過諮詢過你哋嘅決定。你哋四位啊，加埋人事部啦，咁點樣去決定嘅咧？係嘛？即係你話俾我知，原來係咁樣嘅，人工高炒，快炒。慢嘅唔炒，咁啊有個 standard 啊，你冇理由咁攞住咯，呢個名幾好啊，炒咗佢。我相信唔會係咁啊，係嘛？你唔係想我哋 individual 逐個去解釋原因係咪？唔，咁你大致上都應該有噶嘛，即大致上都應該有。喺呢件事處理嘅原則係點樣咯？即大致上你覺得年紀大炒都明白，咁啊快嘅，咁我原來想快嘅都明白。你唔係想我哋 individual 逐個去解釋原因係咪？唔，咁你大致上都應該有噶嘛。即係大致上都應該有。喺呢件事處理嘅原則係點樣咯？即係大致上你覺得年紀大炒都明白，咁啊快嘅，咁我原來想快嘅都明白啊。即係我哋起碼得個支持啊嘛，因為仲有好多同事都要繼續做噶，你都想佢哋繼續做噶，我都想大家都要。都要有個 standard， 我原呢度咧就快唔要嘅，慢先要嘅咁。咁我哋都有個 standard 知嘅。咪當然唔會係咁樣啦。係咯，咁你咁有個 standard， 慢先要快唔要咧。而且事實上係啊，因為坐入邊嗰個係日日剪頭條嗰個嚟嘅，即係你問下各組啊，即係 CP 啊嗰幾隻股仔都係佢剪，佢五分鐘剪好，但係大家估唔到揀嗰個係剪得最快嗰個竟然入行。嗯、即係我哋真係唔知啊 ，graphic 嗰個係由 3D 全部 graphic 選咗個炸 graphic 都係普通嘅 chart， 我
哋真係估唔到係咁樣。3D graphics、AR graphics， 佢都有份參與，有份做㗎。嗯哼。但係我真係完全唔明白，我點同我哋組嘅同事交代，用咩準則咧？繼續我哋點樣做落去咧？咁原來係快，同埋原來勁嗰、那個啊，其實可能就會走。咁我真係講唔到嘛，因為其實各組我哋都識㗎嘛。咁我哋知道邊一個快，邊個慢。學你話齋，可能有個慢啲嘅。啊，咁你又唔揀咗我，所以我哋完全唔明嗰個揀人嘅準則係點樣樣啊？頭先開會已經問咗一次，咁你話睇到下一信各組嘅時候，再同我哋傾。咁好啦，而家派咗，咁可唔可以交代翻究竟揀選呢40人係同邊一個揀咩標準咧？好，你哋講。我唔想逐個去講評論點解會咁，大致嘅原則咧，其實都係。節省資源是最大的原則，而同埋咧，我哋需要咧重組大家啲嘅架構或者係啲工種嘅配合啊，譬如話刺針，我哋唔係冇咗刺針呢個節目，而係咪可以刺針同埋訪問嘅記者一齊去做同樣嘅嘢咧？咁樣咁係用呢、這個有一個重組嘅過程嘅一個係。重組，但是其中做開刺針那些一個不留，即這個是你們，這個就是你們覺得最好的處理方法。我剛剛看到另一 post 刺針，就是他開了一隻炒40人，刺針全組炒完，這個是可以足以做 push 的一個新聞來的。而你做這個決定之前從來沒有跟我們談過，至少沒有跟我談過應該怎麼做，下一步應該是怎樣。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？管理層他要決定，他要資源重組了，我們都很明白，你們幾位進來的時候，我們都大概估到這件事是遲早會發生的，但我們估不到的是，你們是完全沒有考慮過公司之後的發展，那個對新聞的質素的影響，誰個做得嘢，誰個不做得嘢，連基本的 research 都好像沒有，就去決定了這40人，根本就好像閉上眼亂地劈誰個人工最高。那李先生，我看到你零後，那你講一下你的準則是什麼？我想補充一句，現在針對個組的剪片、刺針、財經、graphic 加上我們全部是最做得嘢的批評。包括我們是 Linda 被人炒了，唯一一個是五個副手啦。咁到底你呢個架構重組係點樣重組法咧？將最叻嗰啲人踢走咗之後再重組啊？我諗咁啦，因為我諗每一個員工新聞部都有佢自己嘅作用。聽唔到你講乜啊？可唔可以大聲啲啊？真係聽唔到。我諗每一個新聞部嘅員工當然都有佢嘅作用，但係我哋喺做這個決定，其實我們已經是花了很多時間去 bargain， 還有我們已經盡量去希望我們的大前提是這個新聞部的 survival 和間公司能夠繼續可以溫暖。你花時間是不是即是名單你有份 come up 的？我們有，我想我們是有，我們其實有一堆開頭有一個比較，我們有一個範圍，但是我們那你的範圍是怎樣？名單是你來定的，即是剪片炒最快的，你們都不熟，影片炒最好的，拿最多新聞獎的刺針就炒了。很簡單，我不是說其他公司做得好，即是以前不同的新聞部都出現過裁員，通常你跟 session head 說，我給你個數，你交人了，你們四位都是說入了來三個月，換了三個月，你對新聞部了解有多深呢？對新聞部的運作，除了每天開會幾次開會坐在這裡之外，有多少同事跟新聞部的同事是有所交流溝通的呢？那而決定了這個名單是不是一個符合的一個事實在這裡呢？是不是合邏輯的呢？這個名單如果司徒賢你咁講，倒轉嚟講，係咪如果我哋要求一個 quota， 我哋以往係試過呢樣嘢㗎。你可以要求，但係咁你而家做咗決定嗰陣時，你係點樣去決定啊嘛？即係咁你話俾我知咯，冇所謂㗎。
係嘛？即係嗰個啦。你炒咗四廿人，跟住我點做嘢，你都冇講到我聽喎。唔係，即係你炒嗰、那個，你就話定呢個名單嗰陣時，我未有機會同你講。點定啊？都未有機會。咁你點去定呢個名單咧？就加呢個名單。因為連 step one 都未解釋啊嘛。我哋而家有四十人離開啦，我哋希望你哋解釋一下點樣得出呢四十人，跟住我哋先。聽完呢個理由，我哋再睇下下一步，我哋再睇下下一步係點做。但係而家連第一步都到呢一刻都冇人俾到一個答案我哋，因為我哋見到個名單就係最叻嗰啲走咗，刺針成組走咗，影嘢最好嗰個走咗，剪嘢最快嗰個走咗。咁我想而家聽下你哋係個理由係乜嘢，準則係乜嘢，點樣可以喺冇諮詢我哋而你得出呢一個結論，覺得呢啲人走咗就會對公司嘅 survival 更加有益。我想我哋不可以真的逐個逐個去給原因的，所以沒辦法去逐個逐個在這裡那麼多人，還有你對這麼多 camera， 那所以你逐組啦，即是你逐組去講啦，即是我要求剪片是怎樣的，記者識寫兩個字就可以了，那你有個準則去設定的，你不是說隨便都扔飛鏢扔下看行不行，我花時間去了，是不是你搞定去再跟我們講解釋了，是啊，如果不是我們高不到，高不到去 step 2的，就是這間公司怎樣 survive 下去。你今天出什麼新聞，其實現在搞不定，現在出什麼街啊？我們其實呢就想著逐組逐組是會跟大家溝通，然後去講一下我們跟著下怎樣做，但你有結果才跟我們溝通的，你覺得次序是否有問題呢？即是你炒了所有人都要跟我溝通，你那組只剩一個咁唔肯溝通咯。呢啲嘢應該係今日之前進行噶，我都好遺憾，而家係要喺咁嘅情況底下先同你哋溝通到啊。呢度咁樣出街，俾人哋知道曬，係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其實我係特 K 寶好心痛啊！而家喺工程部事件之後，大家其實應該吸收咗教訓，每日再我係冇諗到，竟然係咁嘅情況底下，你哋先要面對我哋講呢一樣嘢。你想清楚先啦。如果今日真係出，我覺得以後都出唔到嘅，除非你自己四個搞掂啦。係啊，或者你哋自己出嚟寫咯，可能真係。因為大家點樣？我哋有四十個同事走咗，而我哋而家連一個説法都冇。嗱，大家等一等，我過去同人事部傾傾，可以點樣處理，好冇？大家。好啦，你而家付足俾我哋算啦，冇人會翻嚟噶啦。冇咩話。而家賠足俾我哋講清楚個賠償係點先啦，好冇啊？賠償講唔係我同你講，咪人事部會。係啊，咁你叫佢哋俾翻封信，叫咗我哋入去，信又唔俾我哋，條款又唔俾我哋。咁而家佢係入咗去，未俾信你哋係咪？佢未完全咩條款都冇講過，解釋清楚先。咁但係你呢個要求同頭先大家嗰個講法又唔同喎。分開做都得㗎。啊，咪佢哋喺呢度做，我哋喺邊做咯？你俾翻清楚曬啲賠償條款我哋先好唔好啊？我去同人事部傾下而家點樣處理先好唔好？你等我一等。即係點啊？而家用。用唔走啊！走啊！